张代表，您已经有20多年没有回来了，那么这一次回来，您个人内心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很快乐，很高兴。回来是不是看到了许多的老朋友？是的，不错。那么您回来已经有2、3天的时间了，这2、3天之内，您到过些什么样的地方？这个我到很多好多地方去了，看都是去看看老长官啊，是不是啊？看看这个老朋友啊，就是嗯。那么我们知道您从前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了，曾经追随总统参加过东征北伐。那么您现在回来了，在这个时候，您是不是有些什么话要讲？没有什么话说，就是也很高兴的心情回到那里，没有什么话讲。那么您看到祖国各方面进步的情形，那么您认为今后我们还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努力呢？我看这个进步得很快，我因为20多年前呢，我来过这个那个大概是10年前吧，我到过台湾来观光过，从现在这个进步就是有回门径了。好，谢谢您接受我们访问。